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97集的节目。那么程序呢，96集呢，跟各位做的预告呢，这一集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呢，由我们都很熟悉的 Shadow Avengers， 也就是老肖呢，他呢寄给我的第三款的交换的玩具哦，也就是呢07年真人电影 Voyager Crash 的 Starscream。 那么呢，首先呢Voyager Crash 这个名字呢，台湾的玩具翻造城呢给他一个翻译叫做寻翼战将，可是呢我个人呢非常喜欢呢大陆朋友们给他的一个翻译的一个等级的名字叫做航海加急哦。这个航海加急这听起来就很有质感的感觉吧，我是蛮喜欢航海加急这个翻译的，非常不错。然后呢这个玩具呢，其实呢我在09年的年底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在大陆工作，还没回台湾之前呢，我曾经呢在大陆购买了一个它的山寨版。那么把它的照片呢放到网络上之后呢，有一位淘宝上面的一个专业的卖家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购买它的一个正版的商品哦？因为他说，山寨版是没办法跟正版相比的。当时呢，因为我已经打算要回到台湾了，所以当时就没有跟那位专业的卖家来购买这个现在手上的这个玩具啊，没想到事隔几年之后呢，能够从我所非常崇拜的偶像啊，我们老肖的手上呢，能够得到这个玩具哦，也算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因缘际会吧啊。在机器人的形态下呢，有几个地方的变形呢，可以跟各位先来聊一下啊。首先呢是它的这个胸甲的部分呢，这个胸甲呢，它呢是可以用力的往身体的部分呢压进去之后呢，它是可以略微的固定住的。关键呢是在于说，原本的这一片呢，在飞机形态下呢是用来挡住它脸的这个部分呢，是一块软配件。那个呢将它放下来之后呢，这边有个双关节哦，必须让这一片软的彻底压下来之后呢，然后呢胸口这个呢本来是飞机形态下它是合起来的，机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给摊开来。摊开来之后呢，往上面压的时候呢，它呢刚好，如果你把它完全打开的话呢，刚好可以跟边边这两个软胶这个部分呢刚好可以密合哦，所以你用力压的话呢，它的胸甲呢是可以固定在胸部上面的。这样一来呢，这个胸口的话呢是完全的固定住了。而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各位有看过老肖的介绍这个玩具的影片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个尾翼的这个部分呢，它呢是把它收到里头去的。我一开始呢也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摆法，但是呢自从我发现了胸甲这个地方可以摊开，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用力压紧之后呢，这两片呢就不容易塞进去了。你塞进去的话呢，这个胸甲一定会跟这个地方呢会有个脱离，所以呢后来呢我就选择呢还是依照说明书的方法呢给它这个两翼呢给它放成这个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呢，说明书是它没有明文提及，但是呢它的图示来讲呢是有提到的，就是尾部这个地方呢是这两枚翅膀收好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原本是飞机头部的地方给压上去。在说明书里头呢它是有图示，是这个压在这两个上面，但是呢顺序上来讲呢它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收纳的顺序哦。那如果你依照这个方式，现在眼前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呢，整个背包呢完全可以完完全全都可以固定住，绝对都不有任何晃动的情况哦，算是一个我蛮喜欢的设计吧，就是这个背包呢能够完全够收纳得住的。好的，那么呢这么一个07年电影的产物的话呢，通常啊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原度来讲会比后期的玩具呢略微的低一点了，特别是这一个 Starscream 呢，在后来的09跟11年的电影呢都有它的出现了，那可想而知呢也会推出它的新玩具。那还原度来讲呢，我们不拿后期的玩具来比，我们直接跟这个啊，也是老肖肖大哥送给我的这个 Starscream 的这个可动的人偶呢来做比较，因为呢这个绝对是跟电影里头的造型来讲的还原度是几乎是要99%了啊。首先第一个让我们觉得视觉冲击比较大的呢是它的这个四肢的比例还有身体，这个整个感觉就是它整个人胖了一圈呢，好像特别增胖了，然后去
参加相扑比赛还是摔跤比赛的那种感觉哦，手啊、脚啊、身体都是分量都是很大的哦。当然，身体看上去好像也胖了，但实际上呢，侧边来看，你会发现这个玩具呢，其实它还是蛮，不能说它薄啦，其实它也不算薄，但是它绝对不算胖，它只是看起来比较魁梧哦，就是。胖的话其实是没有的，那我们转到后面看的话呢，其实呢，可以发现呢，这个跟正面的高完成度相比，后面就有点显得比较偷懒一点了。这个呢，其实也算偷胶，也不能算偷得很厉害，因为它其实是不想让后面整个是直接一整个平的哦，所以它还是有做出一些线路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很，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单调，它不可能像。这个一样雕刻的这么样的精细都没有，那后面这个，当然就别说这个喷射引擎什么的，那这个后面完完全全就是，一种偷工减料，就只能这样偷工减料了哦。但是呢，到了这个膝盖以下呢，还算有 hold 住吧，就是应该有的刻画呢还是有的。当然，因为我没有上墨线呢，所以看上去可能不是很明显。好的，那么呢，不得不称赞一下它的这个。正面的部分呢，它的应该是说它的层次感很强，是来自于说它的这一些都是一个一个可以活动的部件，而不会像说后期有一些玩具，它可能只是说在玩具的一整片的胸部上面呢，或者是一整片的这个肚子上面呢，它做了一些。凸起来或凹进去的这些刻画啊，所以看上去会有立体感。但是呢，这个玩具呢，它是货真价实的呢，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角色的零件一层一层一层叠上去啊，所以它的立体感会比一般的这个玩具的视觉冲击呢还会再更大一点呢、啊。当然，整个人物的这个卖点呢，就集中在它的这个身体这个部分呢、啊，包括这里面这个金色。跟红色的这个涂装来讲，喷的算是很漂亮的。那脸部的话呢，脸部跟这两片机翼的这个部分呢，都有一点像是所谓的烟熏妆嘛，应该讲烟熏的那种感觉啊。头部也是一样啊，头部呢，当然还有一个非常，这个要怎么样跟各位来展示呢？我可能把镜头，我用近的照片跟各位来展示吧。他的眼睛啊。眼睛呢是跟盒子一样哦，是有眼睛里头还是有一条这个线的刻画的，只是说它全部都是用成这种水晶黄的这种透明件嘛，所以看的不是就很清楚了哦。然后呢，这个玩具呢还有一个地方呢，模仿一下我们都很熟悉的瓦力扬这位变形金刚这个中文介绍的视频上传者，他说的啊。噱头还是有的啊，就是它的这个手部呢，还是有它的一个玩法的。首先呢，手部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收，也可以摊开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手臂上面呢有三门的炮，这个炮呢非常非常容易误射出来，因为它的触动装置有两个。首先呢是这个火炮上面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呢，这些都是哦，一共有三个触发点，它呢分别对应的一个发射的一个。OK，这样就发射出来了。除了按这个会发射之外呢，按这个会发射是因为我们让它手肘在动的时候呢，可能不小心我们的手就碰到了，所以它会发射。另外一个发射的方式呢，是可以看到它背后呢，这里呢有一个类似轮子的一个可以转的地方，这个当然是就是它飞机形态下的一个轮子的。如果你转动轮子的时候呢，前面这个火箭炮的地方呢，它会跟着旋转哦。它是会跟着旋转的，而且在旋转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子弹就会跟着发射出去了，所以一个不小心呢，它的这个子弹呢就会乱飞啊，所以被榴弹打中呢，也是玩这个玩具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示范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子弹呢就干脆安置在它的这个手臂上，手臂上面呢这个安插子弹的这个装置在这里啊，翻出来就有了，那两边都有。这边呢有三个孔啊，就是可以存放三个子弹的。子弹呢你要怎么放都行，你要，弹头朝下或弹头朝上都行。但是呢，就是你可能要稍微的往里面呢把它扎深一点，你就
放到你没办法再往里面推为止啊，它才能够卡得紧，不然有时候还是容易会掉下来的。然后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像这一边一样，把弹头呢全部朝上，它就不容易滑落下来了。那么在人物的可动性方面呢，说实在的啊，可动性来讲算是中等偏下一些些吧。头部的话呢是一个只能够360度旋转，它不是球形关节。然后手的话呢是可以有二头肌可以旋转，手肘呢也可以动。当然因为手呢不是手掌，所以就没有什么手掌能不能转的问题了。然后呢这个部位是可以稍微的再做一点调整的，所以你还是可以往上或下来做一些调整。腿部的话呢，因为是一个鸡爪型的这个设计哦，它是这个样子摆放的。如果你要做其他的调整也是可以，关节就是有大腿这边啊，膝盖还有小腿这边啊，脚踝这边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做上下的一个摆放，但是呢左右呢也可以，但是脚踝本身是没有在外扩或内弯的这个设计的，没有。但是呢因为脚掌很大，而且呢这个地方可以旋转了，所以它基本上能够做出来的站立的 pose 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多的。腰呢不能动，应该是说根本没有腰的设计。那这个大腿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内外稍微动一下，基本上大概就跟历代的这个 Starscream 的玩具可动性来讲几乎是差不了多少的。现在呢2012年呢还来和各位来分享这种2007年的玩具的时候呢，不免呢就会让人家有一种感觉，就是以前的玩具用料非常的实在啊，而后期的玩具真的是用料哦越来越缩水，价格越来越高啊。那我们先不谈这个，先把价格这个部分我们先按一下不谈的话呢，其实呢有一句话叫做服务双至吧，也就是说呢事情总是不能两全其美的啊。一样是2007年的产品的话呢，这个 Megatron 跟这个 Starscream 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两个玩具现在看上去好像一样高啊，但其实呢是因为我把这个 Starscream 这个腿呢已经把它给整个压短下来了，所以两个玩具看起来一样高。可是呢其实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呢，不看这个翅膀的部分的话呢，这一个 Starscream 要比这个 Megatron 要魁梧的多。那刚提到这个所谓的不能两全其美吧，这个在细节的刻画，2007年一样是2007年的产品，在细节的刻画，这个比较小的这个 Megatron 呢，它的一些整个细部的一些雕刻啦，还有一些管路的设计，一些图案的设计来讲，都会比这个 Starscream 呢要优秀的多哦。那么呢，同样的情况呢，我们如果拿一个反例，像这个Ratchet。这个虽然是2009年的这个沙漠配色版，但其实呢它的模子呢是2007年的时候呢有点开始使用了。它呢分量够大了吧，非常非常的大尺寸的一个 Voyage Class 的玩具，但是呢它的一些可动还有一些细节的刻画上来讲，包括后面比方说像类似这些脚后跟啦，然后这些我们平常比较看不到的这些部件来讲呢，它的一个整个光滑面呢就会比较多。然后呢就算有一些刻画来讲呢，你也会觉得呢这个并不如后期的玩具那么样的有机械感呢，就是它是真人电影，但是呢它还是有很浓厚的卡通的那种调调在里头。当然了，包括了这个 Starscream 在内，2007年的产品呢通常都还是对于早期的卡通的那种风格来讲，它还是保存了相当多的成分呢，在玩具系列里头，这个玩具还是卡通的味道还是有比较重的。然后呢再来做最后一个比较了，就是呢我们如果拿这个呢第三集的这个火焰版的 Voyage Class 的 Octopus Prime 来做比较呢，这个玩具的缩水呢已经到了非常明显的地步了啊，这个环视一圈，我们有眼睛的人啊，就是是地球人的话呢，应该都看得出来，这个玩具已经用料上已经缩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步了。但是呢，在细节的雕刻上面呢，包括就算这些烟管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就算是假轮子的刻画呢，也都会比早期的玩具呢的真轮子来讲呢，要做的要更为的逼真了。这个是玩具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把它
做小了，但是呢有把它做精美吧。可是就是说这个也不能说玩具公司一定都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呢当你的价格上涨到跟你的玩具的这个品质还有它的一个设计上升的层次不够去 cover 你的这个价格的涨幅的时候呢，玩家们就会开始会讨厌你的玩具了。这个是我最近开始会变得不是很想要收它新的系列的这个玩具的那种厌恶感就慢慢就开始会出现了，因为会开始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的不划算吧。啊，好吧，那最后呢，看一下这个玩具的体型吧。啊，因为我好像基本上我不会在我的节目里头呢来展示说这个玩具实际上的大小是多高吧。啊，通常只是两个玩具互相做比较而已。这个航海王的这个娜美的这个公仔呢，加上这个底板呢，大概是15公分，而这个 Octopus Prime 呢，头顶高度加上这个底板大概是5公分左右。所以呢，以后呢，未来来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节目里头专有的 Show Girl 吧，然后也会特别的为各位来担任这个比例尺的工作。那从这个画面呢，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 Starscream 的玩具呢，它是十五公分的话呢，它大概就是差不多17-18公分左右吧，算是一个早期 Virtual Class 的玩具呢，应该有这个尺寸了。